们这个录制了十二期，有什么感动的瞬间呢？我们还是老规矩，从左到右开始说。啊，好。还是老规矩，从右到左开始说。不要玩了，都有点不舍得说最后一句话，是不是？你先说吧。啊，你先说。是我了是吧？对，就很坚定的是我的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都已经说完了，就差你了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回吧。我觉得怎么说呢？